跳，对对对对，哎呦，呵呵呵，看他一次给我踢上去是怎样？我们等下这个要踢五次，对，踢五次。与家人培养感情。欢迎收看艾森秀体操。OK， 今天呢，我们现在已经拍了很多集在家里面练体操的动作，包含倒立，包含侧翻，当然空翻目前还没有教到，因为可能比较不适合家里面。那今天我之前有拍过一个实测路人，那我今天要来实测家人。旁边这位是我弟，他是从来没有体操经验的，连倒立都没有翻过的，对吧？对，完全没有做过倒立的。那我今天就是要教他能在短时间内看可不可以停住倒立五秒钟。能停自己停五秒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。我们等一下就进入主要练习吧 ，Go。那我今天也准备了一块瑜伽垫，那先教我弟。今天等一下倒立一开始要先做动作，应该先把你的瑜伽垫铺成直的，好，等一下你就先做，手撑地上，手撑地上，脚踩在上面。你的脚可以踩多高就踩多高，不行就踩低一点。首先撑下面，感觉一下脚重心的感觉。OK， 来，换你。OK，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实况的概念。你的手先撑地上，撑地上。对，按你的手指头要打开。对。对，五指要打开。对哦。对啊，等一下你在做的时候就是用力这样抓，抓地上。对对对，啊，眼睛要一直看手哦。好。好，来，按你的脚踩上去。踩上面墙壁，对对对，好，踩好，不要动哦。好 ，OK， 这个位置 OK 吗？有什么感觉吗？脑充血，脑充血啊！好，先习惯一下，停个十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脚慢慢踩下来，对，慢慢踩下来，慢慢踩下来 ，OK， 来手甩一下。还可以哈，可以，脸超红的。好，刚刚第一阶段就是脚踩上去，脑充血的感觉，先让你的头适应一下，不然你一开始踩上去的时候，你一定会马上头晕，就做不了任何动作。第二个动作，接下来就把你的手撑着，好，脚踩着，脚开始往上踩，脚要伸直合起来，手可以的话就往里面走，好，往里面走。你可以走，躲里面就躲里面 ，OK 吗？来，换你。OK， 开始我们的第二阶段。来，手撑着，好，脚踩墙壁。好，你的脚踩进去，对，慢慢踩上去啊，手往里面走，手慢慢往里面走啊，你手走，脚就要走，手走，脚就要往上走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对对对，很好很好，好，你的极限了吗？极限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来，再走再走，对，很好，哎呦，可以哦，这个有基因就是不一样，到底了，到底了，好，在这里停住就好，停住就好，五秒就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慢慢往前爬，对，往前爬，啊，脚慢慢走下来，不要太快哦，不要一次放掉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对，慢慢走。慢慢走 ，OK OK， 可以可以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甩一下手，甩一下手，脸更红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乐开了，爆汗的，他爆汗的，我们可以爆汗，但不能抱着遗憾，来加油。好，他刚刚已经走到第二阶段，就是已经能走到最里面，然后就已经快接近倒立了。那我现在叫他，因为我们今天的目标是。他能停住五秒钟，哦，他能自己停住五秒钟哦，这其实蛮辛苦的，而且有点不可能的任务。好，接着要他爬上去，到最上面之后，一只脚离开，换脚离开，换脚离开，换脚离开。你等下不用换太快，你就只要慢慢换。慢慢换，慢慢走。OK， 来，换你。对，我就是要杀死你，来吧。你走慢一点哦，不用走太快。好。
好，慢慢走上去。来哦，慢一点哦，不用太快。对，啊，你会晕就要马上下来哦。好，来，加油。不错哦，还可以跟我讲话呢哦。可以耶，哇，可以耶。好，这你的极限了吗？对。好 ，OK， 来，一只脚离开。有有，可以哦。好，来换边。对，来，鸡鸡要离开墙壁。对，不可以碰到墙壁。还可以吗？还有力吗？还行，还行啊、哦。来，加油哦。好，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脚回去，慢慢走下来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可以啊、哦，加油，慢慢走。对你脚要爬下去，脚要往下爬，脚要往下。我看你，看你在做，我都紧张了。Yes， 好，手甩一下，手会痛吗？有一点，稍微酸酸的。对，正常，因为你平常不会这样走路。好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好，我们刚刚那个身体面向墙壁，啊，坐起来是面向墙壁这一面，他的任务已经稍微算是完成了。那接下来要给他的任务就是他要转过来。转过来，他要练习踢倒立，他要练习踢上去，因为他等一下有这个踢的感觉之后，他待会在做控制的时候才会比较有感觉，就不会一直依赖墙壁。因为踢的时候你会比较靠自己的手跟你的全身性，所以待会你在做的时候，你的手先撑着地上，然后脚踩弓箭步，后面这只脚离开之后，前面这只脚。用力跳，好，前面这只脚用力跳，所以你的后面这只脚去碰到墙壁就好，前面这只脚就用力跳，先一只脚碰就好，好，一只脚就好。OK， 来换你 ，Go。OK， 准备换你，给你一个枕头，铺在墙壁，我怕你这个练完铁头功也会了。来，双手撑地上，直接撑着，对，按的眼睛。眼睛要一直看着手中间哦。OK。对，好，弓箭步。对对对，好，后面这只脚离开，离开。好，这只脚用力跳，眼睛看地上哦。来跳。对对对对，哇、哎、哟！看他一次给我踢上去是怎样？眼睛看地上。对对对，头要抬起来。对，很好很好。对对对，用力用力看。好，一只脚一只脚下来。好 ，OK OK， 哦，干，蛮强的呢，喂，哎、欸，啊，我们等一下这个要踢五次，对，踢五次，就是我要你一只脚碰到墙壁的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做刚刚那个，你已经踢上去了，但是我还不要你那么快用两只脚，我要你用一只脚，就是后面那一只去碰墙壁就好了 ，OK， 来，双手撑地板，来，你的后面这一只，后面这只去碰墙壁就好。对，眼睛看地上哦，眼睛一直看地上哦。来，前面这只脚跳，跳，对对对，后面这只脚去碰，来跳，对，很好，来碰五下，二，对，很好。爸爸在睡觉，小力一点，来加油。哎，睡哦。好，你跳的那一只上去之后伸直，伸直，对，跳起来再伸直。跳起来，伸直，对，伸直一点跳，来加油，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，很好很好很好 ，OK， 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 下。喂，他今天很有希望哎，看来可以突破一般人的极限哦。平常在运动吗？有。什么？做什么运动？只有跑步，他只有跑步，刚刚给我踢上去。好 ，OK， 来，我们等下进行下一步 ，Go。好，他刚刚就是往正面踢的第一阶段，他给我跳起，就是我一开始应该是要先一只脚去碰就好，但他刚刚已经做成就是两只脚一起撕上去，那两只脚同时上去就是我们第二阶段。那既然他刚已经坐上去了，然后我刚刚也有教他自己复习踢五次，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第一阶段单脚跟双脚他应该是没有问题，那我们就要进行第三阶段，来，一样双手撑地板，
好，踢上去两只脚之后，眼睛看着地板，一样跟你刚刚背面的一脚离开，换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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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你等下真的不行的话，一换脚不行，你就直接一脚一脚下来，这样这样就很安全。好，你不要双脚，你一定要一脚一脚 ，OK 吗？好，换脚 ，Go。来，双手撑着，对，眼睛看地板哦。从头到尾在做，就是一直看地上，没有看别的地方。好，来，后脚举高踢上去，对对对。来，后脚举高踢，哎，很好，控好控好，先碰着墙壁，对对对，两只脚要合起来。好，来，脚趾用力压，对，我们姿势要做漂亮，压脚背就对了。好，来，一只脚离开，对，不用那么多，对对对，你太多了，再一次。踢上去，好，很好，来碰住，来脚背压，来一只脚离开，一点点脚，对对对，很好，好，那就换脚，对，不用拉太出来，眼睛要看地上嘛，对，手指用力，手指用力，好，你就在上面左右换脚各五次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，不行 ，OK。没力了，有点没力啊。OK， 还不错，还不错。OK， 好，那刚刚就是正面跟背面，看两阶段的三个动作，一脚一脚离开，双脚离开，双脚踢，单脚踢，他都已经会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他踢上来，然后由我来保护他。好，所以等一下你踢上来之后，我会抓你，然后我抓你之后，我会让你自己控制。所以我这边可能会放掉，放掉，所以你不用担心摔下来，因为我一定会用力抓你。OK， 要相信你哥。好，来，面向墙壁，对，双手撑地上。好，你可以出来一点，换个位置。对，好。它这个位置是离墙壁有一段距离，所以我这边会让它自己控制，对吧？一脚踢，另外一脚也跳，踢。好，来脚合起来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这边自己出力哦，自己出力哦，自己出力哦。要力，要力，要力，控制好，控制，控制，对，很好，很好。好，一脚一脚下。OK， 因为他是新手，所以秒数先不要做那么多，因为他手腕会爆掉，腰也会爆掉，会受不了。所以一次大概做5到10秒就好了，不用做太多。你看他已经。大包汗 ，OK， 还行，还行。等一下你面向我再做一次侧面。好，我刚是做这一面，换这一面，好吗？可以，穿一下。还要休息一下。OK， 他刚正面的做一次，我们再做侧面的给大家看清楚。但这个你在做侧面的时候，记得你就一定要调正。因为你不太可能是侧面摔，一定是前后这样子的，所以瑜伽垫它调你会摔的方向比较安全。好，来，等一下你双手一样在这边，但现在这边没有墙壁了，没有墙壁，所以它就是已经完全要靠自己，还有要相信我的状态，对吧？一脚踢，好，来脚合起来，对，好，你刚说你腰会酸，所以你看你的腰太塌，肚子收进去，肚子收，屁股翘起来，收进去，屁股翘。对对对，小屁股，收肚子，对对对，手会有点酸，撑住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一脚一脚下，这个时候有点吃力了，很吃力，对，因为他完全离开墙壁之后，就是几乎双手，所以我说倒立你在练的时候，双手一定要稍微加强一点。他如果平常把跑步拿去练双手，他应该做这个会轻松很多。现在已经把我所有刚教的阶段都已经完成了，那我现在就是要让他自己练习。待会差不多30分钟之后，我们要来验收一下，看可不可以自己停5秒，有没有信心？好，算了，来看下去 ，Go。
好，那我们就催人 go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好嘞，来啊，看你了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在等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